协会就准备搬家了。我们看一下现场，这现场啊，大家整理的分工做得很好，明天就要准备搬家了。你看看，那今天呢，刚好是我们梁学长，梁又平学长他的生日，多温馨的家族啊！今天我们秘书长特别买了一个蛋糕，要祝他生日快乐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是的，好，现在啊，准备要开始相关的程序。我们非常敬佩我们的梁又平学长，他这次搬家的过程当中啊，他出钱出力，每天很早就到新的会所，还有旧的会所两边啊跑，非常非常辛苦。那今天又是他生日，我们祝他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健康平安，愉快美满。快乐，祝你生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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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。每一次啊，在过生日的时候，大家唱完生日快乐歌，我都非常感动，我的眼泪已经准备掉下来了。我们何其荣幸能够有这个大家庭，我们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开心，非常愉快。我希望我们八百温馨家族、八百协会能够长长久久，在理事长领导之下，大家都能够过得很好、很快乐、很平安、很健康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加油！最后啊，还是要感谢梁学长，他平时的辛劳，对协会的无私奉献。当然，生日到了，我们要祝福他幸福美满、快乐健康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